嗨、hey,，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四号，这一期啊，咱们聊网上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啊。 很有意思，标题叫“你所熟知的时代才开始没多久”。文章的作者啊，他是位专栏作家，叫刘元举。他说啊：“好日子并不长，值得珍惜。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年轻人不要想着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一切都要向前看。”这话说的可以说啊，非常符合当下。咱们节目。 也经常介绍，有很多老年人呢，哎，他比较怀疑过去峥嵘的岁月，那种上山下乡，那种开垦北大荒等等啊，那种精神，不要美化那个时代，作为一种经历啊，可以纪念，可以总结，但是我们不要回到过去，我们这么多人呢，这么努力，就是为了避免回到过去啊。 年轻人不要想着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现在什么三农专家，什么香港的教授，还有什么张维为，啊，天天出来鼓吹的，说白了啊，就是要走老路，就是要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问题。他这个文章写的比较有意思，大家一起看一看啊。他说啊，回顾中国的 GDP，不难发现，一九七八年之后增长并不快，说到了一九九六年后斜率还降低了，直到二零零零年才。 才开始突飞猛进，这是一个时代真正的开始。 时间的起点离现在并不远，也就二十多年啊，也就是真正的所谓的腾飞只有二十年时间，就是二十年前了。说现在都说中国治安很好，但这样的情况并不久，这个我就可以现身说法呀、啊，说一说这个。正好从二零零零年开始，正好是我毕业两年。关于治安这个，很多咱们都是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广西天等县有一个叫温江的村子。 村子不大，却有一百多名青壮年被抓，他们就是著名的“砍手党”。这个“砍手党”啊，可不是指那些在什么电商平台上买东西买多了叫“砍手党”，这个是真的看守、啊“砍手党”。 剁手啊！当年村民中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对警察轻飘飘地说：“我们村抢劫的人多了去了，我还算是迟的。”砍手党，二零零零年后出现在广州、深圳等地，暴徒团伙多来自广西天等县，其作案手法极其残忍。 在抢劫手机和财物时，若遇反抗，便直接用快刀将其手臂砍断，造成无数人的黑暗余生，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除了砍手党。 飞车党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熟悉的记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在珠三角，他们用摩托车进行抢劫盗窃，令人谈之色变。二零零六年五月，钟南山就被抢了电脑包，你看钟南山还有这一劫呢。当年不少广州市民都亲眼见过便衣警察狂追飞车党的场面，但是广州的治安队员。 都配备了专门对付车胆的勾链枪，飞车党严重影响了珠三角地区的治安。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开始。 广州全面禁摩，至今没有恢复，失去生存土壤的飞车党逐渐销声匿迹。说到这个治安啊，我有个同事，他是北京人，当时是我们公司的副总。二零零三年还是零四年到深圳出差，那时候到深圳出差还要边防证呢零四年还有。然后他在深圳大街上打电话，拿着手机啊，他的手机就被飞车党给抢了。 我那个同事啊，长得又高又壮，也可惜啊，他也追不上了。人家骑着摩托车，那时候啊，深圳的关外那就更是啊，一言难尽。如果时间再往前推十年，就是一九九几年，那就更严重。很多这些比较落后的山区啊，刚才说的广西什么天等县。 他们很多山区的那些村妇啊，早上在一起食堂里面洗衣服嘛，洗菜，他们闲聊天呢、啊，聊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你们家昨天晚上弄了多少，什么弄了多少，在路上抢劫。 哎，他们也很简单，就搞个大木头往路中间一放，尤其是上坡的路。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你司机开车遇到这样的，你就得下车，路被挡住了。你一下车就老老实实的把钱、贵重物品都交出来。大家可以看很多人的回忆录啊，也可以问一些年纪大一点的，这个离我们并不远呢、啊，实际上也只有三十年。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们看文章怎么说啊？他说，不管是有财力加强治安，还是年轻人有了出路，最终都是经济发展。 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安全。如果从禁摩那一年，二零零七年算起，烤串安全也才十七年。对农村出身的七零后、八零后来说，应该是三提五统还记忆犹新。三提留指的是村提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从农民收入中提取用于村一级的费用，包括三项。 及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无统筹，只统筹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向所属单位和农户收取，用于乡村两级办学。 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等款项，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当年的三五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人回忆啊，一九九八年家里四亩地，三提五桶交了整整二百零四元，公粮交了五百二十七斤，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如果家贫或供孩子读书，则更是难上难。到了二零零二年，这笔钱才取消。我上高中。 的时候，那是九十年代初，很多家庭拿不出五十块。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是要一个什么考试，要收五十块钱，就有很多学生啊交不出这五十块钱。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八十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在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传统税收。 终结了，距今十八年。我记得当时啊，大家盛赞的中国对农民的两大人证啊，可以这么说吧，第一个就是农业税取消，你别管那钱多少，中国两千多年的交荒粮的传统啊没有了，这也是个进步啊。第二大仁政什么呢？第二大人证。不见 村村通，每个村都有硬化路面也就是水泥路、街道公路。从那时候开始搞村村通啊，两个啊，让农民生活基本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化。到现在也只有十几年时间。 当年催钱和计划生育是农村的主要矛盾，强制引产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时间也不长。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凡是计划外怀孕的，必须采取人工流产或者引产手续。也就是说啊，胎儿不管几个月了，都要流产，大月份就是强制引产。这个就不说了啊，现在又改成鼓励引导年轻人生育。你说这个也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呢，这个房。 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么下去的话，我估计啊，呃，终会有一天，咱们国家也会实行堕胎非法，因为人口下降太快啊。农业税走了，低保来了，现在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不会饿死，这是因为有低保制度。一九九九年九月底，中国六百六十八个城市和一千六百三十八个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已经全部建立了低保制度。二零零二年，对城镇下岗。 职工实行城市低保政策，到二零零六年，农村低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医保和低保几乎同时开始，医保开始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到现在才二十六年，而且这还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就是说啊，有工作的人才有。盖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要推迟到十二年以后，二零一零年全国铺开，到现在才十四年，也就是说啊，城市里面所有的人。 纳入医保才十四年时间，城市居民他也有工作的，还有失业的，没有工作的，有工作的那有单位交，这个没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失业的，这些人纳入医基本医疗保险才十四年时间，医保和低保是民生底线的兜底网。民生的另一个大头是教育，现在很多人争论时喜欢说都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很可能他对面的人并没有机会享受到免费教育，九年义务教育。 开始于1986年7月1日，但那时的义务教育。 只是免除了学费，家长仍要交学杂费，也就是书本、教学用具、班费等等。这个费用仍然导致很多人失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好像村里面还学校都有任务的，就必须到每家去劝那些适龄的孩子上学。但是仍然有些家长啊不愿意，主要原因就是一是没钱，就是学杂费他也不愿意交，没钱；第二个就是孩子在家要看家，因因为那时候七八岁的孩子就可以干活了，上学不就没人干活了吗？割猪草啊，放牛。 啊，这都需要人呢、啊。那个时候，很多农村的学校很早就要开始收下学期的学杂费，很多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会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被老师体罚，罚抄写。直到二十年后，也就是二零零六年，才实现了学费、杂费全免的义务教育。到现在十八年，谈到教育，现在很多人反对学英语，其实全民学英语的历史也不长。建国后，中国主要以俄语作为第一外语，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苏交恶后，开始选择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特别是1983年以后，英语在高考中同语文、数学等科目一样同等对待。全民学英语啊，也没有多少年。现在有专家学者呼吁，不要学英语了。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即便啊俄罗斯跟欧洲跟西方交恶，俄罗斯人也要学外语，俄罗斯人也要坚持学英语啊，说明拉夫罗夫不糊涂啊。随着经济发展，民生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人的自由也增加了。一九九四年以前，中国法定的劳动者每天工作八小时，每个星期工作六天，上班族只能把所有的家务活放在周日干。那时流行这样一个说法：战斗的星期天。 疲劳的星期一。一九九四年二月八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发布，从当年的三月一日起，职工实行每天八小时，平均每周四十四小时工作制度，也就是五天半。所以。 将每两周中的两个半天休息时间调换为一天休息，这就是所谓的大小周制度。第一周休息星期六和星期日，第二周只休息星期日。实际上现在啊，很多地方还在搞大小周啊，这个我想大家不陌生啊，也就是所谓的一个月休息四天啊，休息六天的、啊、大小周嘛。第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国务院进一步修改了工作时间，改为每周工作时间四十小时，双休制开始了。到如 如今其实才二十九年，只要比九零后大，那么在上班上学中都经历过一周六天的辛苦，休闲时间多了，人们就要到处走走。在一九九五年，我国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之前。 百姓出行办事、住酒店都是需要介绍信的，介绍信是一个人的通行证。然而到单位、派出所开介绍信，必然要说自己去哪里、做什么，而身份证则不需要。所以身份证制度扩展了中国人的自由。到现在也才二十九年，也就是说啊，你三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介绍信的年代。仅仅有身份证还不够。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晚，二十七岁的大学生孙志刚因未 携带任何证件，在广州一家网吧被当作三无人员送至收容所。二十日凌晨，孙志刚被同病房八名被收治人员殴打，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媒体报道后，引发全国关注。从这一年的八月一日起，一九八二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办法，现在很多年轻人爱说想走就走，带上灵魂去流浪，去当三河大神，能过这种生活不被打扰，不被抓走挖沙也才二十一年挖沙呀！上个世纪末，你在北京呢、啊，当北漂，那你随时有挖沙的危险。二零零零年在北京，我的两个同学啊，在路上就被查这个暂住证的给拦住了。实际上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暂住证没用，只要查到你，基本上你就完蛋了，除非你是。 有北京的身份证，所以我那俩同学啊就被装进警车的后备箱，拉到派出所登记。登记完了就要送到昌平去筛沙子。在登记的时候，我这俩同学恰巧认出了一个打他们身边路过的一个警察，所以啊，他俩人就避免了去昌平筛沙子。如果到昌平筛沙子，最短筛三天，长的恐怕筛半个月。为什么要筛沙子呢？这就是叫遣返遣送，他要把你遣送回原籍。一般的是从北京坐火车到你所。 所在地的那个省会买一张啊，北京到那个省会的火车票，你筛沙子把这个票要筛起来，完了之后你这几天在这儿的伙食费要筛起来，筛沙子完了之后把你买张票送上火车，你回老家。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走就走的自由，你只有筛沙子的可能。不光是北京这样、啊，实际上全国各地都在这么搞，但是不一定是筛沙子，他也干别的的。有了身份证，不必担心被收容，旅游就兴起了。以前人们都是借着出差。 开走一走，到了一九九九年，开始有了五一和十一两个黄金周，很大程度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 热持续升温，成为中国人一种生活方式。距今才二十年，人民不仅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想去地球上其他地方看一看。从一九九四年开始，中国公民才可以因私出国，但需要申请护照，获得审批，还必须参加旅行团。许多人参加团队旅行，就是为了申领一本护照，方便以后出国。二零零一年。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仅仅十天后，中国实行了按需申领护照试点，取消港澳游名额限制，扩大口岸签证点多项改革措施。二零零六年，全国两百多个大中城市实现按需申领。王思聪曾嘲讽说啊，都二零二零年了，还有人没出过国？但即使如他一样有钱，想去伦敦喂鸽子，说走就走，也才十八年的光景。这个作者说。 啊、王思聪一九八八年出生，或许还知道票证。每个中国人都。 知道凭票供应粮票、粮本、邮票、肉票、自行车票、酒票等等，年长的亲身经历过，年幼的多少听说过。所有人都觉得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但这个记忆并不准确。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中国才正式取消了粮票和邮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我们家那个时候不叫粮票，也有粮。 票啊，我们叫粮哲，你们家几口人？大人一个月，比如说是三十斤，小孩十五斤。你凭这个折子，粮折，到粮站去买米。你们家一个月只能买这么多米，多了没有？这个事情，一九九三年才结束。提到九零后，前几年网络创业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都喜欢捧九零后，所谓的互联网原居民，给人的感觉就是生在物质丰裕的时代，长在技术爆发之中，从不知匮乏，所以敢于创新。 这个集体记忆是不正确的。严格的说，他们仍然是票证一代，物质。 逐渐从匮乏走向丰裕。二零零一年，别克赛欧正式上市，整个市场为之轰动，电视台争相报道的场景历历在目。中国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全民家庭轿车的时代。伊兰特、凯越等合资品牌取代了更加官方化的桑塔纳，买一辆车成为中国人的目标也才二十三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啊，在农村地区，你要能看见一辆四个轮子的车子，除了拖拉机，那是非常神奇的。物质丰富了，今 精神生活也更丰富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间，中国一直有进口影片上映，但除了影片交换等非商业性发行之外，是买断发行，用来买断国外影片。通行价格是两万美元，这个价格很低，买不到好的影片，或只是那些放过很久的影片。一九九四年，为改变电影市场的持续萧条，时任中影公司总经理吴孟臣向电影局提议以国际。 以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当年年底，广电部电影局就批准了这个建议，提出每年可以进口十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哎、啊，最后啊。 咱们才看到施瓦辛格的真实的谎言动画片《狮子王》，也就是说啊，中国人可以看外国电影，就正常的看，才三十年。上这一切啊，改变都是源于改革开放以及加入 WTO 后的猛迅猛发展。在市场经济改革中，GDP 是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的概念。从1952年到1981年，中国采用的是苏联产生和发展起来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也就是说 M。 P.S. 体系到了一九八五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M.P.S. 体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中国开始实行 M.P.S. 体系与四 N.A. 体系并存。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国取消 M.P.S. 体系，正式采用 G.D.P. 也就是说啊，GDP 这个词也只有三十年的时间。一九九三年有了 GDP 这个指标之后啊，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才更全面的成为一种各地政府追求的政绩。一切变化都是因为改革开放，因为全球化，深化改革开放，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很多事情到现在为止时间都不长，可却恍若隔世。或许那是因为我们太善于忘记，再或者。 在回忆中把过去加上了美好的滤镜。当一个人生下，从他有记忆开始，他就会觉得自己所过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而当一个人老了，则会在记忆中重新构建、美化他的青春时代。于是，他们都对当下的美好缺乏真正的感知。好日子并不长，值得珍惜。老年人不要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年轻人不要想着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一切。 都只有向前看，我们孩子的孩子才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个文章。 就是刘元举写的啊，实际上把这三十年以来啊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跟老百姓、啊、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梳理了一遍。这一切实际上离我们并不远，意味着啊我们随时也可能会回到过去，有这个风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啊，就经常说现在人压力非常大，焦虑内卷。但是啊，不要忘了，你现在压力大、焦虑内卷，那也是建立在现在比三十年前要高度发达的基础。你现在再难，难不过三十年前的人。刚才。 文章也说了，不要说三十年前、二十年前，你就出去找工作，你就有可能被拘留所给你拘留了，有可能去筛沙子。你现在找工作，总不至于有人把你逮起来吧？现在是最大可能的自由流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啊，三环还不好说，四环外你晚上尽量避免一个人过地下通道。这个、在北京啊，有生活经验的应该有印象。那时候流行打闷棍。二零零几年、啊，广州、深圳流行的是砍手党、飞车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流行的是打闷棍。什么叫打闷棍？啊？就是你在地下通道没人，你下去之后特别拐弯嘛，一拐弯的时候，那专家一个人在那等着你的，一棍子把你打倒，把你身上贵重物品拿走。这才多少年时间、啊，我。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啊，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你往回推个十几年、二十年，什么概念？劳动法才颁布多少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很多人跑到珠三角。 长三角去打工，很多民营企业老板他说不给你钱就不给你钱，你能怎么样？你在那干了仨月，干了俩月，人不给你钱，劳动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幺幺零呢，很多地方啊，你报警都不知道去哪报，你去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先把你逮进来，因为你是无业游民，你先去筛沙子吧。就是这么恶劣的环境，那时候的年轻人不一样的吗？还要去找工作。所以我说啊，现在是难，大家也很焦虑，压力非常大，以前更难。有很多人呢、啊，年轻人，因为他没有过过以前的苦日子，呃，所以他就觉得。 机会已经没有了，高速发展时代已经过去了，好日子没有了，他会产生这种想法，他会觉得过去很美好。我要是活在过去的话，我就有很多机会。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能有现在这样，靠的是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努力去闯、去试，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才有现在啊。大家一些基本的条件、基本的权利勉强得到保障。然而在现在，有人鼓吹要回到过去，他说的话里面啊，阴阳怪气。你把他整个意思看完。 你就发现了，他的给你开的药方就是要回到过去，一切都要计划起来，走集体、全民所有，刻意夸大当下的矛盾，忽略这几十年市场经济带来的改变。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的中国。而、哎、他们是看到现在市场经济好像出问题了，开始牵强附会，开始阴谋论，开始什么金融资本剥夺制造资本和工人呢、啊、之间的对立，一切都是美帝的阴谋，都是美帝给你挖的坑。所以你在现在这样，他忽视。 是了啊，现在就是难，那也是高起点的难，就是你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之后的难。三十年前你在农村就看不到一辆汽车，你现在你看看，那村里跑的都是汽车，路也修好了。所以这个文章的意义啊，告诉年轻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要珍惜现在，不要被人忽悠，想着回到过去你就能怎么样？回到过去你连出你村子都难。现在有人就让你回到村子，不要出来，你脚上的镣铐啊，刚打开才二十年，现在有人建议你自己把自己锁起来，你。 回去，有些人每天就在宣传，就在期盼美帝崩溃论。美帝崩溃对你还有什么好处是吗？实际上，美帝崩溃论和中国崩溃论都是一样的，一体两面，都是极端的，实际上都是一波人，都是一个群体，他在不同的环境下说出不同的话来。在国内，他就唱美帝崩溃论，马上就要崩溃，人民币汇率一比三；到了国外，他马上就是中国崩溃论，马上人民币汇率变一比一百，一分钟都不能等，马上中国就完蛋了，都是这种。 实际上这个跟骗子没有区别，呃、他不能正确的看待问题，他也不能正确的看待你取得的成就，喜欢混为一谈，所以这两种人都要警惕啊！动不动就中国崩溃了，没有一点希望，这个也不对。现在是遇到问题，遇到难关了、啊，但是现在这个难关跟三十年年前的难关那还是要小啊！三十年前说话都没有底气这么足，因为你吃不饱啊，缺肉啊。所以作者说啊，一切只有向前看，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我们不能再走。 老路啊，有一批人啊，专门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再给你描述一下过去是多么的辉煌灿烂，然后当下你就牺牲一下，实际上这都是骗局。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